我拄仔讲这时阵，有碰到咱的赖市长，我嘛有甲市长拜托，但是咱赖市长有伫个出来了解着咱市民这样心声，所以我以前做这个报告，那我们就有纳税金吗？啊是安怎？无我拢无法度人甲你沟通。赖市长，我只生意，麻烦你出来甲我沟通一下。好吧，即下我迄个电话户就有滴无啦吼，啊若无滴，我请迄个金花记者看，当主管单位当看了，因为我都。阿妹，这我相信你一定有电话，看你要不要打。现在这个时代，随时可以打开来就可以得到讯息，不要再告诉他们你们要等我多久多久，他们讲得很清楚嘛，你打开你的网络，马上就回应一下嘛。是，你看台北市处理的怎么样？